steady， 我喜欢。他是个非常靠得住、非常爱家庭、非常顾家庭的一个男人，不过有时候会有点固执。目前的婚姻状况，我觉得相当幸福美满。当然我们去年经历了很多，但也因为从这些经历还有一些需要去讨论的东西呢，就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沟通方式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呢是一个比较成熟，就幸福美满当中也已经不像以前就那么好像还在度蜜月啊，好像那种蜜月恋爱期，但现在是比较成熟，也比较我觉得就是可以一起走下去的那种爱情跟那种婚姻。现在幸福两个字就是平平静静、开开心心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吧。在平安中可以有一种快乐的心态，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。